这是梦想定影液，用了它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不过童话也有代价的。眼睛看不到，手也摸不到。我去不了啊！不行，我太疼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喂，我最近没灵感，没灵感。哎呀，阿斌，你们艺术家的世界我不懂，但是如果公司再做不出几首赚钱的歌的话，我在我办公面前多没面子啊！我压力很大的，老韩。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在那，嗨，美女，
你是今天船上最漂亮的 ，beautiful。开心了。谢谢。韩冰那边回复了吗？还没。这不是开玩笑吗，张总？咱们是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没关系，可以。你好，我是摄影工作室的实习生，你把照片选一下吧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你看起来有点眼熟哎。